刚才是使用什么手法，能使雪滴子收发自如的？这个嘛，哥哥，我刚才看你们在这儿丢来丢去的收不回来，所以我就拿了一个雪滴子，绑上了这个。<笑>原来你把祖奶奶的天蚕丝都拿出来了。<笑>哥哥，可惜这个天蚕丝只有5丈长，雪滴子丢不远。 启禀圣上，刚才卑职一时失手，上请五皇恕罪。<笑>起来吧，谢皇上。不过，刚才那位小姑娘，这个身手，倒提醒了卑职。 多年费解的这雪滴子只能放出去，不能收回来的难题了。嗯，是。以寡人之见，要想叫雪滴子收发自如，必须要加一条金刚的链子。哥哥，这铁链如果加到10丈、20丈长，这雪滴子就更厉害了。说的是啊，哈哈哈哈，忘记，卑职在，以后你就少管别的事。 寡人限你在1个月之内训练好雪滴子，遵旨。卓君，你虽然是淘气了点，可是今天你可替寡人立了大功一件。哈哈哈哈，谢谢哥哥。那哥哥，这个雪滴子就留给我吧。这个当然好，只是你可不能到外面去使用。 那为什么嘛？这个雪滴子乃是哥哥的秘密暗器，不能让江湖道上的朋友了解其中的一切。好嘛好嘛，那我不拿出去就是了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师父，弟子这一下好想去拜望您老人家，可。
可是，不用说，为师的知道。四娘，你不会是一个人住在这个山上吧？啊，师父，徒儿有个李婆婆陪伴，刚出去摘菜了。师父，待会儿我给您做几样好吃的素菜。哦，你几时学会了烧菜？就是搬到这儿以后嘛。师父，您怎么会找到这儿的？是君平告诉我的。哦，四娘，你住在这儿也是君平给你安排的吗？不是，朱师兄只到这儿来过一次。师父，弟子住在这儿是金大哥给安排的。四娘，一个练艺的人，没有事的时候，应该常常练练剑。这些乱七八糟的书，最好少看。师父，这本书是剑道秘技。哦，四娘，你的造化不小，是镇觉大师传授给你的？不是的，这本剑道秘技是金大哥给我的。剑道秘技，快给为师瞧瞧。双绝剑谱，四娘，这本剑秘技已经失传了500多年了，怎么会流传在金永贞的手中？师父，这套剑法是不是很厉害啊？阿弥陀佛，请恕弟子一念贪心。四娘，为师的心定如石，可是看到了这个剑谱，几乎忍不住要看下去。那师父，您看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佛说戒贪，为师的身为佛门，岂可犯此贪戒？四娘，金永贞有没有给你提过这个剑谱的珍贵？失传的剑谱，他岂肯轻易送给别人？四娘，快告诉为师，你跟金永贞有没有什么承诺？金大哥送给我这套剑谱的时候，他倒答应弟子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他说要我练好这套剑谱中的剑招，3个月之后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要陪我练习这套剑谱中的剑招。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金永贞有没有跟你提起？师父，您指的是哪一件事？当然是关于双绝剑谱的事。金大哥给我剑谱的时候，除了答应陪我练习之外，别的没说什么。这本剑谱，为师的虽然没有看过，听过你的师祖提过，要是找不到干将莫邪二剑，谁也无法练好这个剑谱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？金大哥给我这套剑谱的时候，他说，这套剑法失架的原因，就是大宋丞相文天祥失去了干将莫邪二剑，所以这套剑谱就失去了价值了。金永贞这回可说的是老实话了。四娘，
要是没有干将莫邪二剑，你看这个剑谱等于是白费功夫。哎，不过金大哥他说他有。哎，真的？嗯，看样子好像是真的。思雅，金永哲所说的话你都相信了？这弟子不会信的。金永贞如果所说他有干将莫邪二阶，这可能是真的。师父，干将莫邪之师是在文丞相扬州脱围之际，是由众将杜虎所携带而散失。后来杜虎为了文丞相送了3年的牢饭，据说就是卖了这套剑谱。哦，那把这套卖给谁了呢？这个数百年来传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但为师深信，当时这套剑谱是流传在长城以北。哦，那是关外呀。不错。嗯，那金大哥他怎么会有的呢？这个为师的怎么会知道的？啊，不过四娘，嗯，金永贞在少林寺习武1年，又有谁能知道他家住在何处啊？哎，没有听他提起过呀。也许什么人？哎呦，人老了真是不中用了。是你婆婆回来了。哦，姑娘。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师父。哦，啊，哎，老身给师太叩头。罢了。年羹尧已与日前奉回朝，日内即将抵达，我们最好在他赴京之前跟他见一次面。哦，那甘师兄他们呢？为师的不想在京师出现，甘凤池呢由你去通知他。嗯，那朱师兄呢？年羹尧奉诏回京，这是天下皆知之事，他们怎么会不知道？不过你们要在何处跟年羹尧见面，大家好好的商量一下。嗯，师父您老人家不去啊？为师的还有要事要办，再过2天我要带你去长山八岛一行，这的一切你可要慎重。李婆婆，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吕大姐，哎，几时启程啊？啊，这我怎么想？让我考虑考虑啊。吕老爷啊，这趟镖几百万两银子，甘总镖头是不是亲自押镖？哎呀，几百万两银子怕什么的？哦，
难道说非要甘总庙的出马才行啊？话不是这么说的，现在地面上不太平静，甘总庙的我不亲自押镖，我不放心。嗨，你放心好了，有我吕副总镖头出马的话，你放心，那些毛头小伙子一个我也不怕，尤其是那些毛贼，没什么关系的。走。哎，老弟，嗯，你这么走这太匆忙了。这有什么匆忙的？哎，其实干我们这一行啊，刀口上舔血的汉子，嗨，你呀就不要考虑那么多，那样就麻烦了。走。啊，等一下，我问你，你知道这趟镖交货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这，高大哥，说良心话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交镖的地方在哪儿。我看你这是诚心要砸我这镖局的招牌。哎呀，这个其实你放心好了，脱镖的呀，他不会乱找的，一定会找到我们的。这找。好了好了，其实我呢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啊摆摆威风，哎，做个大镖头而已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先走吧。啊，好，走。哎哎，哪来的女贼呀？啊，我这镖车还没有出镖门呢，怎么你们就劫到我这儿来了？啊，好啊你。哎哎呀，四娘，是你呀，你打得我好痛啊你。阿远哥，刚刚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，甘师兄的镖局招牌怎么可以你这么糟蹋呢？四娘，其实我也没有坏意，我也是想做点事情嘛。哎，甘师兄呢？四娘，你来得正好。甘师兄。四娘，嗯，你今儿要是不来的话，我还差人去请你呢。有什么事吗？有话咱们到屋里谈去。好。好，四娘，请坐。师兄，请坐。四娘，年师兄这次奉旨回京的事你知道吗？余兄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接接他。啊，小妹也是为这件事情来的。感情好。四娘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是奉了家师指点。哦，神帝前辈也来了，他老人家在何处？啊，我师父到长山八岛去了。哦，看他的意思好像是要我们在年师兄入京之前跟他见一面。哎，那简单呐，我们在路上等他，不让他进城就行了。哦，师弟，你不想保镖了？想啊。哎，这样好了，让四娘等他好了。哎，阿元哥，你不要胡出主意好不好？我跟甘师兄啊在谈正经的事呢。哎，我谈的这也是正经事吗？好了，你坐着。四娘，神帝前辈有什么指示没有？我师父他也没有详细的说什么，不过看他的意思好像是要我们在半路上跟年师兄见一面。既然神帝前辈有这种想法，那一定是有什么顾忌。这次年师兄穿边进京最快也要一个月，如果我们，哎，我们何不约他到嵩山见一面呢？未尝不好，只是恐怕瞒不过雍正呢。那怎么会呢？只要他不说出去，那不就好了吗？四娘，你别忘了，这次年师兄乃是以福原大将军的身份回京，随从人员之多，至少有千人之上，这样浩浩荡荡的到嵩山去，沿路州府县令哪一个不想到嵩山去跟他问候一下？这种事情恐怕瞒不过朝廷。哎呀，这简单呐，只要年大师兄一个人来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呢？依我看吧，哎，甘师兄，我们何不找一个大一点的州府，在那儿等他呢？这有了，咱们到开封去，反正这趟镖也是要送往开封的嘛。哎，啊，那个
了云师兄和朱师兄那儿呢？这，那就有劳四娘你了。好啊。能不能说话呀？大概可以。吕四娘呢？已经走了。是谁伤了你？是独臂神尼。啊！独臂神尼，他怎么会？是小的该死，小看了神尼，偷听他们说话，被神尼所伤。哼，没用的东西。小的该死。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？小的听他们说，他们要到长山八岛。山霸道，你有没有听错？小的听的是千真万确。哦，他们到长山霸道做什么？难道圣上？嗯，神尼或会不到长山霸道去找沿海夫妇。那沿海夫妇久居长山霸道，在江湖上可算是一流的高手，老尼姑去找他们倒是一股不小的实力。老尼姑，你没有寡人快。他们说了些什么？真是怀疑。还说了些什么？神尼还提到年羹尧年大将军。他们说年羹尧怎么样？像是要吕四娘去见年大将军。他们说年羹尧怎么样？这要干什么？没有再听见了，正巧我就被他们给发现了。很好，很好。王吉，卑职在，你可要好生的伺候他啊。驾到，出言无状，请姑奶奶恕罪。盖公明，小的在。你一个人在这儿鬼鬼祟祟的，是在跟年大将军捉迷藏？姑奶奶，小声一点。小的是在注意年大将军上哪儿去。奇怪了。姑奶奶奇怪什么？你呀。我？那可不是，
年大将军是你的主子，他上哪儿去？为什么要你偷偷摸摸的查看呢？哦，这个姑奶奶您就不知道了。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因为年大将军的一举一动，小的都要知道。为什么？这个是因为，哎呀，姑奶奶，你不问行不行啊？不行。这你叫我怎么说呢？实话实说不就结了吗？干嘛这么为难？这个，姑奶奶，如果小的实话实说了，您一高兴，当面告诉了年大将军，那小的就没命了。哦，有这么严重？就是。盖公明，小的在。你说是不说啊？这个你。你可认得这一招？小的知道，小的知道，这是天山仙剑里头要命的一招。姑奶奶，您饶命，我什么都说，我什么都说。快说。是。姑奶奶，不过小的要说出来，要求姑奶奶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怎么？你想要挟我？哎呀，姑奶奶，小的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。不过这件事情关系到圣上跟年大将军呢。好，你说，让我答应您什么事情？好，小的如果说出来，您可千万别让年大将军知道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严更瑶，你自以为你的武功过人，竟敢逼近到两丈以内来偷听，哼，也太不把我盖某放在眼里头了。盖公明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这，是姑奶奶是这样子的，这小的是奉了圣上的谕旨，因为随时要关照、注意年大将军的安危。就像小的这次到西宁去，圣上当面交代小的，让我注意年大将军的行踪。如果一旦要是发生什么不测，那小的可就没命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年大哥，别躲了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啊？怎么，姑奶奶，你大将军在这儿？是啊，好在你没有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呢。卓君，你的武功真是越来越高明了，连大哥都瞒不过你。怎么你也跟我客气了？大将军，卑职参见。好，你很好，为了本将军的安危，可真是辛苦你了。这是卑职的职责。等我见了皇上，我会特别的奏明，好好的赏你。那卑职先谢过大将军。朱君，你到开封来干什么？有事吗？在宫里闷得慌，出来玩玩。年大哥，这次您奉诏回来，为什么一个人把行营抓在山上，而一个人来到开封城呢？这个嘛，我是微服私访，想查一查这儿的地方官的名声好坏。微服私访？嗯。年大哥，如果你要私访的话，你就先走吧。如果我跟你一块儿的话，我想你就私访不成了。嗯，好。盖公明，卑职在。主君一个人在外边跑，我不放心。你保护他，就等于是保护我。这，大将军，卑职是奉了圣上的谕旨，前来保护您。您这样，那不是让卑职为难吗？怎么？皇上妹妹的安危，恐怕比我年某更重要啊。这个，卑职遵旨。主君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年大哥，等你到了京师以后，我再去看你。好。
险呐！盖公明，皇上撤了你的禁军都统，降为一等侍卫，让你监视年大将军的行踪。我看你这个差事可危险得很哦。小的是奉了圣上的谕旨前来保护大将军，再危险我也得干。那除非是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将来姑奶奶提拔小的，小的才有出头之日啊。哦，盖公明，我看你倒是挺聪明的哦。老板娘，哎，给我来盘包子。我说这位客官呐，我们这儿不卖包子。为什么？好好好，不卖包子我就不买包子啊。那么你给我来一壶啊，这个蒙汗药的烧酒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我要一壶烧酒，喝了以后啊，能够迷倒人的。哟。我说这位客官呢，这可就对不起了，您呐，请吧。怎么，你不卖酒啊？哎，我开的是客栈，干嘛不卖酒呢？哎，那你为什么撵我呀？你看不起我，我没钱呐。哎，我说这位客官呢，我这儿的酒啊，是什么人都不卖，什么人都卖，可就不卖给疯子。疯子。吃的，叫了。这儿没吃的吗？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叫？你冷静啊，怕这儿是黑店。好，师弟，怎么突然间也精明起来了？师兄，我一向就很聪明嘛。这儿过去我们来过，不会是黑店。伙计，啊，来了。大官，您老吃点什么？宝剑，你来这儿多久了？回您了，刚来个把月。这还像话？我说的，普娜娘怎么会？哎呦，我说甘大侠呀，您就说点好听的吧，别回头等我们当家的回来，又跟我们妇道人家找茬儿，嚼舌根子。有理。宝剑，问问你们老板娘，照往常一样。张罗点吃的就行了。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我知道甘大侠喜欢什么，我去给您张了。您先喝点酒啊。哎，师兄，我们先喝酒。哎，我说是黑店。出去看看标证。好。哎，干什么？要命！哎，你，哎呦！陈林的神通，柳毅，你怎么做起强盗来了？哼！丹兄弟，你别忘了，这一趟镖，你可是保的是一群贪官的民脂民膏啊！胡说！哼！这明明是立宪王善人脱镖黄河救灾的镖音，怎么说是赃官的民脂民膏？果真如此，那得罪了，得罪了。
怎么不跟我们走啊？不，我不跟你们走，相反，你得跟我走。你说什么？师弟，他们个个都是大内的高手所办，你有没有注意他们身上的妖派？哎，这真是千古奇谈呢、啊！这天下的皇上怎么会当强盗呢？不对，不对呀！铁证如山，我甘某要是拿住了方言，哼，我就叫雍正他有的好看。哎呀，师兄，你别异想天开了。上万两的银子都丢了，咱们怎么赔法啊？我看干脆啊，咱们到嵩山去把头剃了当和尚算了。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李渊，你呀、啊，银子让你赔定了。哎呦，妖怪鬼又来了，什么人？向寺内，老头儿身手的确不凡呐、啊！方野带了二十几个人，酒没喝到两杯呀、啊，一个跟一个都倒下去了。那个姓方的逃了。他逃得了啊！吃我一锤之后，我点他八处穴道啊！哎呀，你吹牛啊！拿着一锤能点人家八处穴道的吗？你傻小子，我不会打他一锤之后，再用手指头补他七处穴道啊！幸亏大师兄赶到，否则方野还真难就范呢。谁说的？就是我的一锤，还是等方野倒下之后晕过去了。我才下的手。哎呀，你看说了半天他还是没有抓到那个姓方的嘛。伙计，哎，伙计，快快快快快来，哎，客官，这怎么了？伙计，哎，咱们就甭给晕倒了。哦，快找个清静的房间。好嘞好嘞，来来，这这这。大师兄，他们为什么把方爷给弄来了呢？这叫放了风筝断了线，叫大内跟那个人找不到踪影。南师弟，你到开封府去，请开封府的知府派人把这个镖银取回去。是，趁着年师弟还在开封府的时候，把这个大内侍卫当强盗的事给掀出来。是，这就叫妙极了。大师兄，是不是年师兄已经到了开封啊？到了半天了，大概他想到我们在等他了，所以一反常态，他单身匹马先到了开封了。是柳兄吗？在下还是知道，还是瞒不过您啊。飞身而来，落地如絮，天下除了你柳兄还有何人？那可不一定啊。哦，他们都来了。哦，你要朱君平去约他们，了应和李元另外有事情，所以只来两位。哦，白凤池和李四娘。不错，快把方爷送进开封府大牢。这不太好吧？怎么，你不相信我年某敢施展这种霹雳手段吗？啊，当然，在下当然相信。告辞。请。
辛苦了。年师兄，鸟云大师兄和吕元师弟有事没来。不妨，你们来了就好。坐。谢师兄。俊平，看你目光朗朗，英华内敛，举手投足之间另有一股隐隐的劲气。这半年多不见，是不是在剑术上又得到什么不传之秘呀？这不错，小弟承蒙巧遇，蒙一位艺人传授了两招剑法。哦，那可真是你的造化，可要好自为之。是的，师兄。俊平，愚兄再回西宁之时，你是否愿意与我同去？小弟愿意追随师兄。好，奉旨。师兄，师标之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没有想到方爷身为大内高手，竟敢做出这样的事情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师兄，此事小弟深为困惑，方爷与他下手结标，他究竟是为何居心呢？愚兄已将他打入开封府大牢。哦，对了，俊平，今天夜里恐怕要辛苦你了。师兄吩咐。方爷武功不弱，开封府大牢恐怕关不住他。我想请你今天夜里守在牢中，以防他越狱。小弟遵命。今夜已过，明日5时30刻，本爵就要将他凌迟正法。年羹尧一代枭雄，心怀叵测，他既讨好雍正，又笼络八侠，为了结镖之事，他真的敢将大内侍卫方野凌迟处死吗？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《神州英豪》第17集。Thank you.